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中山桥上哦，那现在是4:28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那个台北市内哦，黑的离谱啊，哇，那个云层有够厚的，然后云非常的低，哦，那边可能在下雨，啊，那个方向应该是东区的位置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管，啊，反正今天呢，我呢就是想办法留在西区。然后把我剩下的17趟跑完，哦，跑完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在哪里啊？宝清街哈，已经差点就要到饶河街夜市去了。啊，我刚把我手上的最后一单送掉了。哦，今天跑完17趟啊，没错，把趟奖也拿到了哈。那么我就马上下线了。哦，所以我第二阶就没跑，现在是8:17哦，哦，啊，第二阶就不跑了哈，这样。其实今天单蛮多的，今天基本上来说哈，超级无缝啊。然后我还疯狂了一只这个巨单，好，因为有一些单真的是有点夸张。那今天呢 ，Uber 工会呢又展现出它下雨天一定会出状况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嘞？本质吗？还是什么？会出状况的习惯哦。我呢，今天已经好像有3单还是4单哦，都是在这边收哦，然后在这边收，然后送到这边去，都超级远，不要再搞什么东西。那么我现在呢，要先去吃东西啦哦，因为我已经确定下线不跑，我要先吃东西，很饿哦，然后吃完东西就直接回家了。那明天我有事，所以明天我就不跑哦。礼拜六也有事，所以我就礼拜天才跑，这样。所以我礼拜五、礼拜六休2天，这样。哦，这个礼拜的这个收入就少3天啦，因为1、5、6这样子。我也不跑 Uber 意思就这样子啦吼。你呢，想要赚多点钱，你就努力跑。哦，那你有事要休息啊 ？Uber Eats 公司也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哦，一切都自己来哦。所以其实这是个蛮有自律的，蛮需要自律的工作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吃东西。